这看到了位置，就这这打野只能跟。不能进的区域又来了，但是这一次下路有限，好吧，有个前提是你还有眼呢。对啊，你中下有限的话，你进就进了。啊，不对，小虎来了，而且没有小兵了呀，塔在先扛两下塔，牛头进去，牛头这边扛一下防御塔，小虎被打了一个闪现，奎桑提踢下来，小虎死了吗？妹头直接被洗死了，刚刚交换闪现之后被火男的大招加上圣枪洗礼，双重的 AOE 之下，妹口扛不住伤害，哎啦，这个一塔要吃掉了，随即守不了的，哎呦无敌了，飞机打不了，但是别急。慢慢看，小虎的炉太有说法了呀，操，有机会啊，一波。想看下一塔，思路明确啊。对，但刘青松埋进去了，而且这个位置插了一个鳄鱼的 TP 绕后眼，不对劲，这个位置不对劲，看看怎么说，意识到了这个塔在怎么往脸上走、哦、Q 闪三个鳄鱼绕后，鳄鱼第一时间被顶墙，莉莉亚先被秒掉，鳄鱼回身再跟队友闪现咬，咬都是飞机，飞机交不住闪，这一波要爆炸了，中路可以放心，完美的绕后松松。哇，刘青松的鬼魅绕后，这个牛头突然闪现出来 Q 闪击飞三个，你那一刻以为草丛里藏了一个石头，哎，杰克的位置啊，杰克也被逼走，虽然给跑了吗，再消耗一波369，先锋来了，杰克被打一个闪，杰克这个位置还得往上靠，那这样中塔没人守了，六重之威加上峡谷先锋的推进，是杰克位置不应该这么站的，弄他了，而且下塔还有他可以用大或者一级啊，清线的只能清线的，骑走了先锋，这波微波不用主动了，拿到的优势已经足够大了，也也行，看情况吧。我觉得湖南马上有大了，奥宇也马上有大，哎，全有大呀。打龙的速度有点慢啊，牛头打了一个战斧花粉，牛头都有大，大招可以。感觉这位置，塔在这个位置，也是打不了团呀、啊，是怎么打呀、啊、？QQ 空了，被眉头盯住，塔在白给了，这波闪就送了。但是小天也在被鳄鱼吹，鳄鱼切，小天一个夜来牙睡到了鳄鱼，鳄鱼在龙坑里被封着，奎桑提大招倒带，把鳄鱼带回去。这么挤吗？这一波塔站好挤啊！他线就大呀，感觉这波就算不接，让别人先下，但是硬接。你们有一段时间，我就把魁就能给他魁就魁。来了，老魁要遇到新问题了。怎么说？火男出手了，魁桑提披露先锋顶一下，火男留了 Q， 但是有点太肉了吧？交闪现，小虎来了，圣枪洗礼，魁桑提这一次顶不住三个人的伤害，再一次在下半区打出破口。但对于微博来说，可能 B 大龙会是最快能够触发对方五打五过来接团的方式。有防守，视野吃了，视野排了，我感觉要来了。好看，只是这个 B 大龙带来的双刃剑就是自己扛龙也有风险。来看一看这一波的那中单是很有用的。口子，两打开了，第一时间女枪大招的效果并不好，只扫到了两个前排，一尊人一个大招反刮到。感觉 Light 玩的挺好呀。闪现 Miko 被 Q 到了 ，Miko 这边是有闪现的，但是第一时间没有伤害打 Miko。要动大龙。微博可以动大龙了，在血量上有一定的优势之后，他们选择了直接把龙叫醒。Light 在岸上给对方所有人的视野，他选择去消灭对方的人。枪林弹雨开了视野，龙被打到八千血，有一个鳄鱼窜了出来，咬住了小天。小天交出自己的中。但是他已经没有撤退可言了，小天被鳄鱼带走，鳄鱼还有一个血手，没有了打野，这边他们必须要没打野，玩不完游戏记了，很难受，他想挑队友上来，杰克死了，全死了，双锤齐齐叫声，杰克的头369也要倒了，微博完美的龙坑运营，这样大龙一吃，赖斯都差不多完美了，优势已经巨大了，可能盖棺定论的能力就打的这么弱，最后的钉子砸进去了，我不用 A 龙，不急，慢慢打，想打和能打直接找，谁知道微博下一赛，我去最后赛啊，这波打完真是别急别急就赢了，太不容易了呀，一把不赢的魔咒站出来了吗？他俩站的位置也挺好，这波大招我就杰克不用打的，这可以说你他也不用打，对，都两个没大喽，给微博机会，但是没视野。这个龙，我感觉微博不太敢倒底的。哎呦，女枪扫大 ，EZ 大招刮空，又是你塔站，怎么回事？塔站也站出来，要不然这把加点阴石，这把这么送两颗头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差不多的一些，很正常。对，能理解，想做事嘛，别再做更多的反向。哎，这波牛头是没有闪的，牛头好像要被卖了，没到塔下那没救了。
人头看看，怎么一个节奏又断了？想给女枪 啊，还把小虎给逮了，又是你塔赞，这我必须要说了，真的又是你塔赞，干什么？这波跟着大龙 buff 推中线不就完了吗？先把口子站住了 ，Miko 过来。这个时候 Miko 做眼的压力是很大的，因为莱昂纳在这个队里已经算肉了，他还是一个血明的莱昂纳。哦呦，刘国主到了小虎，小虎是没有进化的，要睡了，最后一秒睡，一闪开，小虎交出闪现，第一时间小虎拉开，杰克被火弹定住，塔赞开一个中亚规避加伤害，牛头也顶了进去，一尊直接一刀脸上，实在心里扫一套，护金加的闪现，我操，我必有我，结束了，一波了，直接把后排给搅乱了。一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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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波了。维桑提完成不了切后的任务，反而是鳄鱼这一波限制住了所有的后排，这样微博可以进去一波了。没过是这一把决胜局，从对最后维桑能三出来，然后没了悬一血吗？这波队伍也保得好啊，刘青松直接第一时间就把女团给顶开了，不让你回去，要一波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微博还在刷新着自己在 LPL 季后赛的最好成绩，他们要进决赛了，队史第一次，我们恭喜微博！我操！连续两轮打满的 BO5， 连续两次决胜局笑到最后，他们将和 BLG 一起争夺2024年夏天的银龙杯。这一切你敢想象吗？在春季结束的时候，教练认为这支去年的快快快快，可能真的要濒临重组了。在夏天，当他们引入到打野 Tarzan 上单呼吸之后，我们都认为可能他们最好的成绩也就是杀进季后赛的前四，但是前四做到了，现在决赛他们也做到了。要我出场吧，微博赢了，我十个人100块。来，查理斯，查理斯，我龙门查理斯，你玩的太好了，莱特，松松，我喜欢你了，哎呦，我操！今天下路状态太好了，我感觉 TS 状态不是很好。我觉得他们完美的状态都应该是，他就觉得小虎有这个自信，应该是，而且我给你两只，我可以给你莉莉亚加枪加一个飞机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中线的给的消机会有点多了。我觉得微博也是输了挺多，这平时的微博也是输了挺多呀。他们是单纯状态好一点点，比平时。TS 今天的状态应该是打了很多伤害，不知道游戏赢的成，有点可惜。